利物浦即将要面临欧洲最重大的足球盛事的第一场波了。在过去的十个月，他们的个人和团队都受到很多的挑战，但如果他们可以一一克服的话，就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了。现在新一季的故事即将要开始，观众席上一片红海，不用说都知道这里就是雁飞路球场了。波开始了，有机会射啊，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了，这个后防就发紧梦啦。话个波唔离脚嘅，揾紧传波嘅机会，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巴治奥整脚直线射佢，有波入啦！但无论有几多人围住佢啊，佢都好似唔惊咁嘅。嗱，对手后防嘅表现咧，其实唔差嘅，但系佢仍然好似魔术师咁样，无中生有，制造咗呢个入波机会。睇阵，利物浦率先取得入球。好似佢呢啲咁出色嘅球员啦，无论喺边支球队啊，都好似漆黑中嘅萤火虫一样，入波梗系靠佢啦。高空传球。马杆揿脚地波入嚟，大脚解围，呢脚直线一下汤穿晒，有空睇你呢下啦！净系靠自己嘅技术，舞龙咁舞舞到入去，真系几犀利喎！真系好波啊！呢个球员可以改变比赛嘅球员，咪就系呢款咯。维顿汉接咗呢一个龙门球，又将个波踢翻埋去中路。上去，咦，防线有个漏洞喎。巴治奥试下呃埋去啦，球正结束上半场啦，头四十五分钟啊，几刺激啦。目前虽然得一个入波，但系比赛嘅战情系精彩噶。我谂佢哋都应该咧几满意上半场嘅表现同埋个比数嘅，睇下可唔可以维持住嘅气势去到完场啦。利物浦攞住一球的领先优势翻入去更衣室，下半场开波，领先一球是很大意义的，机会是要自己创造的，其他球员都应该学一学了。哪个会追到这球波啊？好，现在一个传球埋门那下了，来了，摆几多个人埋去都阻佢唔到。呢位仁兄好嘢啊，成只马骝咁嘅，你都捉佢唔住嘅，又俾佢甩到身啦。呢场波够晒睇头啦啩？哇吓，两队又再次打和啦，同事前嘅预测咧睇嚟真系争好远啊！一脚踢走呢个波，咸石。咸石喂脚直线，可以解围啊！反击啦，呢个直线靓啊！哎，个波翻翻去中间啦，传咗过去，巴治奥亦得唔得先？入球出现，哇！哎，攞到领先嘅一球，好清脆嘅射门啊！嗱，呢球帮佢示范俾你睇啦，窝里抽射唔系话净系靠大力嘅。重要咧系攞个波攞得准个准程度啊！嗱，场边已经系进行紧最后确认噶啦，怕且好快咧就有球员调动噶啦，真正嘅自家制清训产品啊！打破僵局啦，想入波揾佢咪得咯，左路突破得唔错啊，又点咧？脚法真系好啊！拉莫斯踢走个波，马杆被对手侵犯，救得好。你个波射几大力都冇用啦，龙门企晒嗰个靓位接实啦。好嘢，一失咗啊，即刻攞得翻。维度嚟啦，系咪要起脚咧？守门员表现好好啊！哇，这个门将反应真系快过只猫。
利物浦決定做最後一次換人。我呢度換人好啱喎，因為我睇佢咧都冇咩體力嘅，呢個時候如果繼續踢咧，斬搞嘅啫。斷射啦，入得好靚啊！乜嘢好得過入一球呢？答案就係入兩球啦，當然。對手都叫你射咯，咁梗係恭敬不如從命啦。我完全唔明咧，點解佢哋會走甩呢一個射得之人？簡直係明知故犯。利物浦時間夠，可以話是非常完美的開始，第一日就贏波，打好基礎。 Dman 有沒有什麼意見？他們開得很好，第一場就能夠贏波，可以告訴同組其他球隊知，你們要跟他爭第一名不是那麼容易。又是時候說